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一起耳语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砸了份工作，为你梳洗干净。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，才发现你如此早餐。我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要决定什么，能不能告诉我。躺在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别走。I'm not afraid to